斯皮索打得也很好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绝对核心啊，这个杨德奇奥也在线，然后呢，达托梅也在，是吧？你就现在这个情况，就是意大利全民皆兵，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哦。这吹了意大利主帅的技术犯规，这为什么呢？这个技术犯规赔的可是不值啊！波切哥又开始挥刀砍向自己。对，这个不值，这确实不值。因为本来自己球员看着荡气回肠了，我们要恭喜法国队啊，同时呢也是要感谢一家就给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，包括这些整个杯赛的表现，真的竞技体育。